欢迎收看《假日新闻》。嗨，我是《假日新闻》的新，我是《假日新闻》文，这是《假日新闻》另外的新。今天穿得很漂亮，站在草地上，但是《假日新闻》假日。那边有个少女在生卵子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万年网红，我每次都就是拖她出来。哎、欸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指南宫。你为什么驼背？你头发为什么那么柔顺？哦，因为我今天去弄了一头秀发。他一来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去弄头发。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弄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动。”好，我们进去吧，我们去逛逛指南宫。今天是妈妈的身份，你要帮她记得她付了多少钱。大家剪片，她自己就记得了啦。她都一年后才想起来。祝大家说圣诞节快乐，兔年行大利。这个也要辣吗？你辣吗？你辣吗？阿姨觉得我辣吗？今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都没有什么人呢、欸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大家进来看到很多人在路上招手了，不要被骗了。没错，他们公共停车场非常的大，这地方有公共停车场在后面这边，这边直直的过去，后面那一区有超大的停车场。外面那个招人停车，外面都写免费停车四个字很大，不要被迷惑了。它的底下有小字，它小字是要买它的。有没有钱啊？你们在干嘛？我怎么在花钱？你的饮料怎么那么特别？好像有一点难喝，因为这个皮太硬了，所以呢，我戴牙套不方便。所以这样是用吸管在吃面煎包吗？对啊，创意。你要推荐给网友使用吗？有颞颌关节炎跟戴牙套的使用的方法。那为什么不要自己随身携带个汤匙、筷子之类的？因为就是没带啊。呼呼呼呼，那个是听。说是五星啊，七星级的厕所哎、欸，哦，怎么它叫指南之星？因为它是会有很多黄金的地方。赌盘时间，大五说他要买气球，真的。现在价格是多少？你猜一个多少？100、150，你？180耶，180抢劫了。你猜多少？我猜80，可是我觉得它应该会不同价格，它会不同价格，它可以说便宜的是哪一个？张力有要修改吗？独角兽应该是最贵。独角兽那个多少钱？依旧150。依旧100，200。180。180。那你多少？那我250好了。太多了，我觉得是200。200。那请问独角兽是多少呢？最大的250，这里要带200就好了，特别的要收。是200。哦，我们到庙门口了。它是什么特别的 LED 电视？哦，本来是想要得到这个。要怎么开始？一人6支枪，然后要投钱，他是随意随意投，对啊。好，准备点香，各位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拜拜啦，等一下拜完再继续拍。宜兴会不会念？不会。天机准，大家嘴，合力大富贵，大卡成道，合力在个好发道。八道，八道。好吃的程度，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吃什么？金鸡招财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它会突然尖叫吗？哦，动了哎，动了，动了，你得到一个金鸡蛋，你也得到一个金鸡蛋。大虎手这么混乱，怎么抠？剪彩的纪念品，里面有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哦，是一个福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我需要爱情，是一个爱心蛋，得到什么招财？我刚拿的是神明的指示，我们不能随便去。对，你开起来，想要招财的说，但是他觉得你应该要爱情要来了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，没有哎、欸。有可能这会是你的财啊！对，另外一半很有钱，一举两得。另外一半拿到的是这个，是你吗？哦，现在这群人他们浩浩荡荡的要去拿，要去求金了。这有求金程序，然后我们请虎虎同学帮我们念一遍。首先，拜拜请示土地公、土地婆婆，石头公自我介绍自己是谁、住在哪里、求金用途，请他赐你一个醒龟，共有6次机会，每多求值一次醒龟，金额就递减100元。哦，若有值到圣杯可填写。那他拿身份证制服务台1、2、3领取发财金，祝各位顺利利哦！土地公缘分大考验，各位，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去把杯了，看看大家运气如何了。参赛者一号，嘉兴有假日，嘉兴有星2号，嘉兴有的另外星3号，嘉兴有我是我。
我是4号参赛者。再来就是你的张同学，自己拿自己刮哎。哦哦，一个就醒杯了。笑杯，他是开心，笑杯是开心，你是不是笑笑再一次？嗯，是什么？有了吗？有了，行杯。他在干嘛？哎，我刚刮完杯了，就是跟土地公说完发财金了，说一下大家的事情。讲一下你是第一个，我为什么他在跳杯？是不是你讲的？没有，我很认真哎。然后我希望加入新闻的频道可以赚钱。他也跟我求了一模一样哎，可是我是第四，我是搞了第四次才。那前面是什么？因为我前面都连续撞到他人的脚，可是第一次就行。他也说什么？我就是说希望可以保佑公司的大家的赚钱。我第三次才有，而且我前面两次都是挺宝贵。我第一次说可以借我600块，然后就没有，然后我说可以借我8000。我也是讲说没有，那我说那这样可以给，就是可以我给我一个保佑，然后让我就是希望放到我这边，然后让我频道可以顺顺利利的成长。是，如果他真的一直叫什么抗拒，你是可以说，那我先不问能不能拿发财金，我想了解是不是我哪里不对，做的不对，这样。嗯，哎，你怎么戴帽子？进去问的。你有没有想要再问？我觉得你不一定一进去就要马上问我不会拿发财金。那你们先去承担吧，我去保费就好了。这件事还没讲哎。这件事也是一次。哎，我有看到他有写说要拿这笔钱要干嘛。我刚刚说我要拿这笔钱去买乐透，所以你就成功了。那你等一下立刻买乐透吗？要。好，我要中的话记得分我们。我买乐透中了，一定会奉还你这样。恭喜大家求财成功。好 ，Go Go。那边是服务处，它可以还金跟求金。这边有求金跟还金处，这里有这个要填这个单子，那就会有你的号码。他们现在是科技化经营。哦，哎，我们求金成功了。好，我们求金成功了，大家都有这个万事如意。如果要归还的话，就是还要带这个红包袋跟里面的钱回来到还金处。那我们明年再来一次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大家得到发财金之后这一年做了什么事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哦。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大家快乐，拜拜。嗨，我是说，刘海跟昨天没有差别。今天特别柔顺哦。他不是眼尖的网友，没有发觉这里2公分不见。我就知道2公分不见了。